身上有膜的。对，开始。我也开始。加油，我身上。哇！身上。第六round 是不是再跟人家去打下去？我觉得超乎我的想象。教练的话照表超课，而且一个礼拜原本只有练三四天，我调到我要每天练，我把工作都推了，因为这不是我擅长领域啊。那你觉得你在赛完了之后，无论输还是赢，你还想继续练吗？我会继续练，但是可能尽量少械斗，都会有安管在旁边啊，交给安管处理。有啊，现在对一般人比较有自信一点。你现在打一般人应该绰绰有余。我们孙生是蛮努力的，因为他在上次跟我通商，就是他练完他也是很认真的。那相信这次不是拳赛，是面子问题。对啊，哇，这辈子没有这么拼过，我只能说这辈子真的，我觉得我是什么特种部队。哦，待会我们今天来超体能，可以吗？超体能？没有，就对练啊。我吓到，因为我看赛外赛你们都是一个人一回合。没有，因为你特别优秀，所以要多对练。我吓坏了。毕竟我们两个曾经一起接过伤，对啊，很紧的。你看刚刚人家说啊，小哥哥爱你没有去教，我说没有，因为他在台中，对我也不方便。如果说我不教，那当然我们跟孙正比较熟，所以今天特地安排这一场，让他练练体能，这样子下下对手。好，那我们就休息个五分钟，我们就开始。你觉得如果是找你，你会毫不犹豫答应吗？当然会。确定跟谁比？我想要馆长来个壁虎馆长 ，OK 吗？你说想要跟我打一下吗？对，待会可以啊，待会可以打一下。这个你重点没关系，打死都没关系，是不是？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因为他近期也没什么大活动，真的。好，那孙生，你现在准备好了就来吧。好，孟婆汤来吧。教不要紧张，平常心。平常心。然后满脑袋都是策略。走到找教练心。我是孙生有膜的。对，开始。我也开始。加油，我孙生。哇。孙生。第六round 是不是再跟人家去打下去？我觉得超乎我的想象。真的，他们在这个。培根是要体验吗？对，你换培根体验。吃培根了，吃饭时间到了。打拳击根本不累，是骗人的。好，我也要体会。跟他上回合，你们那就上回合来。好。培根呛馆长，你知道怎么呛的？真的没打啊！大家呛一下，学长容易一点的。哇！那个先帮你打119啊。我们台湾的金刚王。哎呦！培根出力啊！馆长不要客气啊！打真的出力。不要跑，你这样跑真的很像吃屎哥哎！培根面对他，不要背对。人家爸爸打儿子的，人家怎么考零分？没关系嘛，你再去网咖嘛。馆长用猫猫拳，馆长的猫猫拳感觉就很痛。哇塞！哦，那个陈茂打到馆长一拳，勇敢。我喝个水 ，OK， 休息一下 ，OK。你这样让大家刮目相看，我讲真的，是我目前觉得你最帅的一次。我真的休息了，谢谢馆长。谢馆长。真的适合打拳。我觉得新手来讲也蛮分，因为你敢打，你也敢吃拳，技术一学到，你就很猛。我觉得你们可以拍一个计划，之后搞不好可以 PK 一下。可以啊，可以。而且我要这边在那边跟以前跟馆长打过的选手一个 respect， 什么 Toys 啊、盖伊，还有甚至吃屎哥，我觉得你们都很猛。很猛啊！哇，哎，孙生，你今天表现其实超出我想象，我没想到你还可以打那么多。你也不错啊，你也很 man， 对，感谢他们，然后我熬过今天了，耶、yeah, ，我熬过了。哇，不管说全场比赛结果如何，重要是你这一个月都拼过了，不简单啊，真的不简单。你刚刚后面很 man， 你前面超像吃屎哥，后面就不像了，因为
你第二回合没有躲了，对，我没有躲，没躲了，我开始刺拳头，躲不了了。